需要我们通过生命体征的观察和对平时他们一些细小末枝的一些观察，然后来判断他们的一些病情变化。在里面，其实你在大量的出汗，体力是支持不了的。戴着面屏，戴着口罩，说多了话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点喘。那缓过来了之后，就告诉自己，我们还是能再坚持下去的。那我们就坚持继续在工作。